记得一天清早，有位素不相识的师傅骑车送来一车新鲜蔬菜。他是本地菜农，姓秦，骑车40公里到了酒店。他说，让医疗队尝尝我种的蔬菜。一边把菜从车上卸下来，一边露出了笑容。第几 COVID-19 年纪天没给的刺激够了，我了七岁都没给拉别心那里，地那里天没天空地。没心没出路，真的，差了别出米的路，我来呀，那么上。